您回来我的频道，一部自行车跟我看世界。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我带大家从这个坎莫尔镇一路骑着自行车，沿着遗产小道骑到了这个班夫镇，然后再从班夫骑回坎莫尔。如果观众朋友还没有看到上一期的视频，可以点击这里。那一天是个下雨天，天气不是很好，今天的天气还看起来不错，所以我决定带大家再从坎莫尔骑到班夫镇。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会利用不一样的小道。这个小道我是从来也没有去过，我是上网查了一下，哎，感觉上这个小道应该是蛮不错的。这个小道的名字呢，它叫做山羊溪道。顾名思义呢，山羊溪应该是那个溪的名字，就是那条河的名字，叫做 Goat Creek。然后它旁边的小道应该就叫做山羊溪道，所以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坎莫尔镇离我住的地方大概要100公里的路程，所以我现在正在路途中。好吧，待会儿见。大家好，我们终于到了。现在我要去这个游客中心问问一下这个路线要怎么走，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走吧。好，给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景，来，四周都是山，群山环绕。 Welcome to Kenmore， 坎莫尔。Yeah, good. How are you? Yes, it's a beautiful day out there. Yes. Yes.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Goat Creek Trail. Yes. The yellow line is the legacy trail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Thank you so much. Yeah, you're very welcome. Have a great time. Yeah,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Cheers, guys. 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资料，所以我们现在去走走看看，走吧。终于到了，我们开车开到山上，来到这个停车场，给你们看一下停车场。哦，然后我们就到了，看一下周围的风景，高山环绕，高山环绕。我们现在就要去这个山羊溪看一下，山羊溪那边有写 Goat Creek， 要去到班夫大概是18.5公里。好，我们就沿着这里一直去。好吧，开始了，看看这里是怎么样的。哦，是骑着这样子下去的哦。我们骑到下面了，还是要小心啊，小桥流水，看看。好漂亮的小溪，这个应该就是 Goat Creek， 就是这个山羊溪吧。看一下，还不错。好，我们慢慢走。好，现在这个就是山羊溪道，山羊溪道。哦，昨天下雨，所以地上好滑，有一些泥路。好，我慢慢走，慢慢骑。哇，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当然不像那天的那个自行车道做的这么好，这个基本上就是山地道，就是在山里面的道，英文叫做 Mountain Trail。 哇，好漂亮的山，
看看我们前面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很漂亮哎，给你们看看一下。走到比较平的路，刚才都是山路，给你们看一下，还有小鸟在叫。好，来，我们一路走下去。好，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坎莫尔镇。坎莫尔镇英文名叫 Kenmore， 它是离卡尔加里大概100公里左右车程的地方。坎莫尔这个市是在188多年被命名的，它的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坎莫尔是11世纪在苏格兰，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他的小名就叫做 Kenmore， 而这个 Kenmore 这个语言呢，它是苏格兰一个古老的语言，这个 Kenmore 呢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大头，大头的意思应该就是说首领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Kenmore。Kenmore 这个城市，它早期呢是以煤矿为生的，所以那边有很多人采煤。但是过后煤矿开始已经采完的时候，这个 Kenmore 它就一度陷入这个经济的崩溃。一直到1988年冬奥运会在卡尔加里举行的时候，坎莫尔城市也被大家关注了，所以从那时起它的这个旅游业就发展得很不错。现在来说呢，除了班夫小镇，这个坎莫尔镇也是非常出名的，因为它离卡尔加里比较靠近，班夫比较远一点。好，我们继续走。哎呦，天公不作美，好像又要下雨了，看看一下，乌云密布，好像又要下雨了。好，不要紧，我们继续走。我们骑到一个地方，我听到左边有很多水流的声音，我们去看看这条小溪，传说中的山羊溪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一起走吧。一起走走看看。哦，哇，看看这里是怎么样的。哇哦，好漂亮哎！哦，所以这条就是传说中的山羊溪，看到吗？山羊溪一直流向那里。哇，好漂亮！它为什么叫山羊溪呢？可能这里有很多野山羊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我们看看这个水是怎么样的。哇，清澈，好清澈的水，清澈见底啊！如果我没有带水来，我一定会喝这个水，应该是可以喝的吧，因为是从雪山流下来的，应该 OK。 来看看这个河水，真的好漂亮啊，流水声好宁静啊。哇，你看这里还有什么植物，这个好像是刚刚发芽的，看看。我们应该骑了半路吧，应该是半路，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吧。
骑到一段路了，现在好像要过一个小桥，看看一下。哦，小桥，小桥流水，哇，还不错。好，我们继续走。哦，这一条道有一点斜，看到吗？这样斜下去，它那边有告示牌跟你说小心，下岭要小心。好，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又要过桥了，又看到一条桥，来一起过吧。好多桥啊，这里。啊，哇，风景好美啊！你们看看，河，还有漂亮的山。哇，这个桥还建造的蛮不错，看看。这桥 ，OK， 所以就是这样，石头还有木头，它就是两个木头从那里接过来另一边。哦，哇，很漂亮，这水好清澈啊，好舒服啊！哇，这水流得好急啊！清澈见底的，看到吗？那座山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是冰雪覆盖的。好吧，我们继续走，我的脚车在那。好的，我们又到另一条河了。这里有好多河，值得了。好，来看一下，我们又要过桥了。哇哇，这条好漂亮，这里看看一下。哇哇，你看那边，这个山被这个雾遮盖得隐隐约约，蛮漂亮的，更增加它的神秘感。上面那里应该很冷吧，可能可以爬上去。来给你们听听一下水声。大家好，我看了看这个地图，我发现到这里离班夫镇还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已经将近要七点了。如果我现在骑去班夫，从班夫又要骑回这个停车场的地方，从现在开始算大概要三个小时的路程，所以回到去大概是十点晚上，所以我觉得有点危险，所以我决定倒回走。没办法，这一次不能带大家一路走到班夫，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好，我们待会儿见。OK， 我们回到这第一座桥，好吧，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吃个东西好不好？啊，饿了，在这里休息一下，吃东西。
好了，我吃了一点东西，现在又有力气了，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走。刚才我坐在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非常宁静，这个河流河水的声音，还有看着那美丽的山，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这一段日子，新冠状病毒，很多人都被逼待在家里，不能出去工作，不能出去运动，什么都不能做。其实有时候静下来也是非常好的。我现在想想，静下来会多了解自己，也多了解你的家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大家可以告诉我 MCO 期间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你们是不是心情会变得更浮躁呢？还是其实你们的心情有稍微好一点，因为静了下来比较了解自己。我们生活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去静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有时间好好自己沉淀一下自己的思绪，想一想人生道路要怎么走。我把那个问题丢回给你们，大家的人生道路要怎么走？好吧，我现在话不多说，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决定赶快赶路回去停车场，待会儿见。大家好，哇，刚才回来的路途中一路都是上岭的，所以骑得好累啊。哇，通过了刚才我们之前走过的三座桥，这里有一个小河小溪，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水好清澈好清澈。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还是很热一下，我的身体骑得很热，可能洗把脸吧。啊，对，能在这里洗把脸。舒服多了，洗把脸。好吧，我们继续走，要到家了，继续走。我们在回去停车场的路途中，刚才洗了把脸，人比较有精神啊。看看对面那座山，就是我们停车场的地方啊，就是你了，就在不远处，就在不远处啊，很快就到了。现在要自我催眠一下，骑多一下就到了。好，我们继续走。朋友们，我们终于到了，给大家看看，蓝天都出来了，一片美景，给大家看看。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停车场啊，真的是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我们这一长途跋涉好累啊，但是是值得的。看，蓝天白云在等着我们啊。我们到了，车在这里，我们回来了，骑了五个小时吧。给你们看看一下，那边是夕阳。啊，终于到了。好吧，我们回家吧。大家有看到野鹿吗？它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看看一下。野鹿在喝水，好可爱的。这里的野生动物好多啊，野鹿在喝水。好吧，再见，拜拜，阿弥陀佛，拜拜，拜拜。我们现在在回家的路途中，然后我看到黄昏夕阳，我要带大家看一下美丽的夕阳，看到吧，山谷夕阳还有河。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度过这个骑脚车之旅。虽然我们没有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班夫镇，需要中途转回来，但是我非常享受整个骑脚车的过程，我希望你们也享受这个视频，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